我唔记得讲咧，我记得2017年4月9日嗰日开始玩呢个 DLC 啊 ，BF 一 Days on the Pass 啊，因为有嗰个买咗高级会员，原本个 BF 一系标准版嚟，普通。2018年4月10日嗰日，嗰个礼拜二嘅，翻到我中间都冇事啊，冇肚屙啊，但系好搭成个人好攰啊，啲人猛咁去屙脱水，跟住又好鬼用力，唔知点解。即係好似話咧，咪即係其他嘢講嘅咩？冰球協會香港隊啊，女子組有金牌。我印象中就係香港隊喺出邊好似攞獎。我記得之前2021年咪都幾好運嘅。咁張家朗攞金牌，跟住。你即邊個咧？黃思培就係呢個自由式攞銀牌啊嘛，後屘個人出到去比賽個人賽啊，即係唔關奧運事嘅，就攞金牌啊！好似話菲律賓有個低壓區，但係有一句有種講法就係想打風咯。呢一日復活節假期 last 一日，對於打工仔嚟講，四日假嘅禮拜五開始到禮拜一今日，球玩完先，收到553個。最尾個 round 又係玩玩下唔玩。除咗我哋隊有 cheater 之外，對面隊都覺得開始。再加上俾人壓，加上關係一開到兩邊 cheat。冇諗計，如果個反作弊唔掂嘅話，就咪佢掟出嚟啦！但係每次我見到個 EAC 嗰個反作弊嗰個條彈出嚟咧。我次次第一次想到是什麼，又是自己想就是說你有反作弊嗎？有種說法就是你反作弊要成功必須要舉報，然後給 EA 即是發個郵件發個 email 給他說喂這三個是 cheater 喔，然後立刻就 ban 他們，結果收到信是他們三個 ban 了，為什麼喂新聞還要寫郵件，那個
那個系統唔會自己 detect 到有 cheater 有唔尋常情況出現嘅咩？點解偏偏要透過舉報先有咧？咩邏輯咧？請問？一定要寫郵件，就見到人講咩啊？哇！終於又冇消息啦！之前我就見到幾個 cheater 舉報之後咧，跟住 EA 舉報俾 EA 啊，寫郵件上去，跟住結果又回覆啦，嗰三個俾人 ban 咗咯，好開心！哇！要透過寫 email， 你唔寫 email 完全唔舉報咧，冇乜用，又咧，即使你舉報都冇用。你喺嗰個正，你喺只 game 舉報話最多你舉報，只不過見到咩啊？多謝你嗰個回報啦。我時話咩香港輸唔係香港輸，我琴日開頭嗰兩晚好似係日本輸，跟住之後咧攞咗香港輸。我見到個 BB 咩 Sushi 啊，呢個人都好耐冇見，應該玩開日本輸。但我唔知道，就係話係咪將日本商變咗做香港商，即係假定如果原本一個五十幾平嘅，跟住就變咗做個位數平，你講唔講乜？不過講真，真係玩個嘥玩過錢係好，唔係你攞個 GM RM 六百好玩，但係一路玩，但係一路 loop 嗰四張係唔好玩。但不過又係一句啊，你玩親哇，望到有啲開得唔好明顯嘅 cheater 人都知你 cheater。哇，近區唔係。哇！我過嚟嗰刻即刻立即 XM 擺起呢槍射兩槍爆頭死咗，仲要嚟曬好多人俾你聽，唔好以為自己扮低調啊，係都知你 cheat 啦，成以為打係低調又唔知你 cheat 嚇，見到有個攞個追手爆頭，然之後驚到咧呢個車度，最終死咗之後 cam 喺屋頂嗰度追擊手。你見過咁樣弱智嘅 cheater 用 cheat 但係又唔光明正膽用，咁你用嚟把鬼啊？你簡直係有一種句破壞咗外國嘅聲譽，唔覺得醜嘅。
我今日最後一日四張地圖啊，聽日應該翻翻嚟188+64。但係都有一句搞翻掂你個配對啊，即係你局限一個地方，喂，玩完個 round 之後要等好耐，先至配到，你咪應該楞過去日本 region 或者新加坡嘅。新加坡同日本唔係亞洲，就係得香港先亞洲。有一句，你想玩得好啲，要能節點換節點。你聽過打要玩一隻 game， 居然要節墮到要能節點，你去其他地方玩，少咗因為配對問題差到撲街。成堆差評都係話配對問題，唔係講笑，真係配對。發夢呢，我又發夢發回去中學嗰陣，想化學堂或者上地理堂。點掘咗 Facebook 啊？見得最多咩？就是關於救狗的，即是有蜜蜂鬥，跟住要畫一些符號，畫一些嘢阻止啲蜜蜂喺度針佢咯。點解隻隻 game 都係咁嘅樣嘅？第一關都過唔到，有咁話叫蜜蜂咧係麻煩嘅。而 Diego 有新嘅片出，有新嘅片出咯喎，咪嗰個利用自己嘅仔女去剪接變一個靈異事件嘅。不過條片都係有種講法叫做零瑕疵嘅剪接，冇人睇得出，大人睇得出。開頭佢應該話佢啲片咧係剪接嘅，但係之後一路都係利用自己仔嚟玩嘅啫。實際上佢屋企冇事。如果你屋企有事，點解次次都係夜晚先影咧？有種講話就係你俾自己啲，你即係假設係真嘅，你俾自己啲仔女靈魂咁嚇你咧，你應該冇精神，但係仲可以咁淡定，又或者見到自己仔女靈魂咧，跟住就好，跟住行得好慢咁樣走過去，就心諗自己仔女都驚，突然間熄燈。總之條片咧，你望去全部都係同一個特色嘅。個仔女爭 skate 彈出嚟，跟住走過去嗰度，跟住走過去嗰個位置，個仔女唔見咗，永遠都係咁。同一個剪接體驗都滿啊！